是我们在日本的第三天，本来一开始下着大雪的，然后现在天气已经晴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到朝里，对，就是去小樽路上的一个站。这是小樽运河，就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拍照的地方，但是今天的风雪都特别的大，对，所以就只能看一看吧。我们本来打算要上函馆山的，然后呢，现在的山上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，对，就天气原因不是特别好，就没有办法，就只能等等看，或者我们明天还有一天在函馆山，就要么就是明天再来。唉，就是这个季节来，就是天气因素变特别多的变化。现在小丑汉堡是函馆的一个特色吧，就来这里一定要吃的一个东西。
much it really means to me. 出发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排下山的缆车，刚刚人还没有那么多，然后现在不知道排到几点钟，我们看看我们能排多长时间吧。然后对，本来是在室内的，现在已经排到了室外，然后呢寒风当中排着队，看看我们能排多长时间吧。看看现在有多少人，就这么多人，这只是在室外的，室内的还有两层的样子的人，两层。我们现在下来了，然后现在差不多是6:40，看不见，6:40，然后我们排了一个档，还是挺快的，它车次比较多，然后一张车还是能容纳很多人的，还是挺快的，还是不一样。可以，我们现在去吃饭了。现在在汤川这边，汤川是一个我们现在这边看猴子，然后泡温泉。对，这是一个热带的一个植物园，热带植物园。然后后面他们在围观着的就是猴子在泡温泉。今天天气有点阴，但是不是很冷，还挺好的。然后我们今天马上就要去东京了，下午就要去东京啦，去东京再见吧，拜拜。